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才不枉费我梦被推出，再痛也不说。我不管他是人是鬼，都要有用处。人要是没用就白活了，鬼要是没用就白死一遭了。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期许，将来我刘玲玲死了变鬼，也要是个有用有贡献的鬼。是啊，然后你就可以继续比赛拿奖状。有用的鬼比没用的人好。玲玲，你是不是太刻薄了？我没说是谁，不必强要对号入座。玲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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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吵架了？一定是童心不对哦。也没有，我只是建议他找个老师切磋一下。切磋？哎，好啊好啊，我赞成啊。别说切磋了，督促也是应该的。童心啊，玲玲安排的没有错，你要听话嘛，哈。好了，不生气了。晚上我们一块吃晚饭，大家好久没聚在一块了，我去打个电话给听了哈。真的很阴险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姐姐你在利用一个鬼？我不觉得我在利用他，何况你不也想保护阿燕吗？万一说出来你姐姐都告诉许廷文，你想他会放弃一个抓鬼的机会？我这是在保护他呀。你不是为了保护他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我为了我自己什么呀？我叫他帮我看股票报名牌吗？我是为了同情你，帮助你成功。你成功了只有两个人直接受益，一个是你自己，一个是你姐那家出版社。我有什么好处？顶多了不起，人家说我刘玲玲有个成了名的男朋友罢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刘玲玲三个字在艺文界叫出来都响当当了，比你名气还大。所以你要有个名气也响当当的男朋友来匹配你，是不是？哪怕是用尽各种的手段，也都要让你身边这个名字是足以跟你并驾齐驱的。玲玲，究竟你爱我是一个女人爱男人，还是一个母亲爱她恨铁不成钢的儿子？究竟我对你而言是一个伴侣，还是另一个你要打造的奖牌？就像你家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奖状一样，到底我是一个人，还是你人生另一个奋斗的里程碑？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同。当一面奖牌有什么不好？那代表你被看好，你被期待，那是一种荣耀。那更是一种压力。人活着本来就要学习承受压力的。阿燕死了，你也给她压力，这样对她不公平的。你是在为她抱不平。你真的是在为他吵架了？我只是就事论事。不，你在帮他说话。为什么？你交往两年多，你很清楚我的价值观，你也从来不怀疑我对你的期许。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些事情不愉快过。现在一个鬼就可以让我们之间产生怀疑。你不会要我说出鬼重要还是我重要的话？玲玲，你想太多了。希望是这样，是我想太多，而不是你开始想太多。童心，爱一个人才会对他有期许。我多希望我自己像一座冠军杯，让人争取。一个人最大的荣耀，不是去争取很多很多的奖状，而是让很多很多的人来争取它。你已经试了，不是？当然不是。当然也有人不稀罕我，放弃过我，
现在连你都可以为了一个鬼伤我的心。对不起，我说话太冲。也许我这一辈子都跟所谓的鬼魂相克，真的很能干。哪有，又没有外援，都是家里人啊。哎，你吃辣吧？吃很辣。你跟婷薇一模一样，口味都太重了。其实这样吃啊，对健康是很不好的。姐夫每天都回家吃饭吗？有空的话就会回来吃饭啊，在家里吃饭嘛，口味可以吃清淡一点。那多麻烦呢，你也在上班，就你们两个人，为什么不在外面吃呢？家嘛，已经一整天了，都见不到人，难得吃晚饭的时候可以在一起聊聊天呢。而且在家里吃饭嘛，营养啊、咸淡这都是我可以掌握的。两个人吃饭也简单，他从来也不挑嘴的。是啊，两个人是很简单。没有想生个孩子吗？两个人很简单，三四个也很热闹。家嘛，有了孩子，嘻嘻哈哈，多热闹！吃起饭来就不会那么冷清。你的口气怎么跟婷薇一模一样？一天到晚就催着我生孩子。可是，有了孩子以后。生活哪能像现在这么悠闲呢？两个人想看电影就去看电影，真的想去哪里的话，开着车就出发了。是姐夫想生，你不想生。对呀，他就急着想当爸爸，我才不想那么早就被孩子套牢呢。太自由了，谁不傻？文姐，他就一直为这个事情啊跟我吵，跟我吵。他越要生，我越不要生。要生啊，他自己去生好了。油锅干了。Trust in me when I stay. 走到了，我就还给你；找不到啊，赔我们。
天帮我设计的杂志社还有上网乱搭建的构，你要去死你！找给你看，耶稣碰上。啊！不要碰我！我找到你怎么办？隐形男女友不藏私处，藏哪去？是不是我最了解你？你最了解我，你是我的食谱，我的养生食谱，怎么吃我的病？真的。是我的食谱，我的药膳食谱，专门治我的病。饮食男女，聪明的妹妹，我的食谱。管我了吗？病了，婷婷，玲玲，我病了。Hello， 在家吗？玲玲，吃饭了。放开我，让他进来，让他看到，我不怕。你滚！玲玲，我一放开你，那个傻瓜根本配不上你。放开我！你要多大的房子啊？放张床，有一个，有两个衣橱就可以了。我给你买一个衣橱，两个。换床帘。不对，童心，上次你说你家里闹鬼这件事情，现在怎么样？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。原来你们在这里，我叫了老半天都没有人听到。是啊，我跟你姐夫，我们正在讨论一件事情。对，关于食谱。我跟玲玲要吃饭的吗？对呀。下去帮忙啊，走啊。
看医生。雪玲，你们刚才干嘛？根本没在聊什么食谱，对不对？你什么？哪有什么？你把阿燕的事情告诉姐夫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，跟许廷文在一起怎么可能聊什么食谱？跟他只是会聊一些鬼怪灵魂的事情。我们，你看，你就是不会撒谎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说，你是不是把阿燕的事情告诉姐夫了？玲玲，我正想说，没有。哎呦，你好，我答应你，我让阿燕陪我画画，但是求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姐夫，你给阿燕一条生路好不好？她很无辜的，啊。你真的这么善良？那你是答应喽？我的李玲答应了，我的李玲答应了。谢谢你。今日的，我帮彤姐。超级美少女，拿便当的超级美少女。买便当啊！哎，我以为你家天天都是 romantic 的烛光大餐呢，很难把你跟自助餐联想在一起。嗯，偶尔啦，偶尔吃吃便当嘛，就天天吃大餐的话也会吃腻的嘛。对对对，换心情换花样，千变万化。是。你怎么会到这边来啊？我出来找房子，我的租约到期，房东要把房子给收回去了。我就到处出来晃晃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啊。你想要找什么样的房子啊？能住就行了，反正我一个人住嘛，有时候我连觉都不回去睡的。啊？我是说玩太晚就睡朋友家了。哦，哈哈。那你要多大的房子啊？放张床，有两个衣橱就可以了。一间就够了吗？我一个人嘛。哎，来，这，直走啊，直走，快点啊，快点！那我跟你讲啊，待会呢，第一个红绿灯马上就转啊。就是便当。就便当。换个花样吧，东东。没有换啊，每天都是便当。哎呦，你好啰嗦哦！哟，今天是另外一家的啦。真的是前天那家哦。嗯，那也是有换花样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太挑嘴了。那吃。哎，金钟啊，
我带你去看看房间。天天天天，对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们家的格局啊，跟童心他们家差不多，可是比他们家好多了。好在哪里呢？噔噔噔噔，好在很有人气，人气哦。现在很乱啊，是乱中有序，乱中带旺，然后，我来，你不要动，乱中别有天地。便宜，八千，水电均分。像这个伙食嘛，也就别硬性规定了。你有做就加入碗筷，反正我很少在家里吃的。我有空的话呢，也可以带东东去外面吃饭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你是不是喜欢吃汉堡和炸鸡？还有可乐。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哎，不用了，衣橱我自己有。那我帮你换窗帘。好，谢谢。快吃啊！来，王鑫，多吃点红烧肉，特别为你烧的。谢谢。不要吃太肥，胆固醇高啊。多吃点青菜。有配给的，我们现在真听话啊。玲玲说的也对啊，饮食是要控制点。玲玲说肉吃多了人会笨的。这你不用怕，什么事由玲玲帮你想。哎，她可聪明了。我们童心是傻人有傻福，脑袋迷糊点，福气就多一点啊，对不对，童心？哎，你把我说的像个傻瓜似的，我可聪明了。聪明人不自己用脑筋的，我有军师嘛。哎，对，童心，上次你说你家里闹鬼这件事情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没事了，虚惊一场，自己吓自己嘛。是吗？我觉得那个房子真的不干净啊。不会啊，不觉得不干净啊。是啊，很干净，没事。可是你姐夫说他就是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他看见我没看见啊。哎，你没看见，这不表示他不存在。看得见的就只有姐夫一个人吧。光一个人看得见也不代表鬼魂真的存在，大部分的人都看不见啊。童心，你是不是自己也感觉到有了异状是吧？啊，姐夫是说我画稿那件事啊，那是隔壁小朋友恶作剧画上去的。是啊，是东东调皮替我画的。但这整件事情……好了好了，吃饭嘛，干嘛要谈这件事情呢？童心如果觉得没事，那就没有事了嘛。吃饱了吧？啊，
吃饱的话，我们到客厅去喝茶去啊。好好，喝茶。吃太饱了。好，到童心家喝茶。我家。躲起来，为什么？有人要抓你。不会，抓不到的。姐夫，我想跟这个小朋友谈谈。我相信他看得见。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。曾宗伟，接电话！我在那边。哦，大便了！来了来了！来了来了！喂，喂，喂，曾美，快去找阿燕来听电话。阿燕，谁啊？鬼啦，就是那个小鬼，我打到童心家都没有人接电话。没人接？哎呦，当然没人接，他是鬼嘛，所以你应该说是没鬼接。真美，请你不要嬉皮笑脸的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，赶快去把他找出来。哎呀，那么凶干什么嘛？那他是鬼啊，他又跑来跑去的不让我看见，我有什么办法啊？哦，这口气好像我老板哦，你命令我啊？真美，我告诉你哦，现在呢我不怕你了，而且呢我也不怕那个鬼了。为什么呢？哦，因为呢我现在有一个房客，而且是男的房客哦。哈哈哈哈，从今以后我不再怕任何的人了。哎，你要吓死我啊，神出鬼没的神经病啊。不是在找我吗？真美，喂，阿燕，阿燕，你现在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。躲起来？为什么？有人要抓你。不会，抓不到的，只要我不想让别人看见。阿燕，这个人他看得到你，他看得见鬼魂。喂，阿燕，你乖听话，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把你自己给藏好。但是你千万记得不要去我家，因为他就是要到我家去的。我要躲到哪里？我要躲多久？你先到曾美家去好了。对，他走了之后我会通知你，你就可以回家了，好不好？乖，不怕啊。怎么这么可怜呢？嗯，做鬼还真憋了，向来只有人怕鬼，竟然还有鬼怕人的，真惨。还好嘛，也不会很惨啊，至少他有朋友不是吗？你不就很护着他？玲玲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不觉得他真的很可怜吗？他才这么小，47岁了。我很不喜欢听到你跟他说回家两个字，那不是他家，你也不是他的家人。你在吃醋了对不对？是一个47岁女鬼的醋。反正我知道你爱我，你在吃醋。
真的认为这房子不干净。可是童心都说没事了。他懂什么？但是李林也是这么说啊。你不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变得很奇怪？李林从前根本就不信这些什么神啊鬼的，可是上次居然透过你来找我，推荐这里一定有问题。现在呢，两个人突然一致否认，态度又这么坚决，你觉得很可疑吗？也许会不会是他们是否也觉得自己太敏感太多疑了呢？我不管他们是不是敏感多疑，不重要。我肯定是因为我看见了。我清清楚楚的看见，他就在里面。我要他现形，谁都不准护着他。庭伟，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你不是常说，在这个世界上是人鬼共存的，大家各自存在自己的空间，相安无事，共荣并存吗？对，谁也别侵犯到谁，就可以共荣并存。可是他犯规了，我不允许。你，我跟你说过了，他早来了。这个他就是他，他住在童心的家里，而他要找的是我。庭文，你别吓我，我不怕。我比你更怕，你相信吗？我比你更怕。看过无数的鬼，各式各样的冤魂，可是他们跟我无关，是因为我的眼睛能够看见他们，我能够接收到他们的磁波，就好像是一个中间人，我替阴阳两界做沟通，我帮他们传递讯息而已。可是这个他不一样，他要找的是我，是他的对象，他要找的是我。你不要再说，你不要再说，不会的，你跟他无冤无仇，要从外面害过人，他不会是来找你的。他会来找我的，他要找的就是我。以为他跟童心的相遇只是凑巧，不是的，因缘际会，冥冥中万事早已定数，是迟早而已。那怎么办？如果躲不掉，我们就要接受定数吗？许凌文的命运却不能操纵在一个有前世夙愿的鬼魂手中，连这阴影我都可以解决，偏偏我自己的事情我就解决不了。姐夫，我家在前面那边。我知道。这里是你朋友家，上回我们来过了，没进去。
哎，对了，里面有个小朋友，他不开门，好像是叫东东是吧？那天太晚了。是啊，今天也很晚，他们也该休息了，明天还要上学呢。姐夫，到我家喝茶去。来来，红星，很紧张啊，啊？紧张什么？那不是你的朋友吗？姐夫，我想跟这个小朋友谈谈，我相信他看得见，而且肯定看到过什么。你不怕吓到孩子？也许他并不晓得自己看到的是什么，为什么要让他提早知道大人世界里的恐惧呢？我觉得恐惧的是你们，跟小孩子讲讲话有什么关系？田文不会吓到他的。哎，同学，谁啊？哇哦，童心，哎，真美，对不起，这么晚打扰你了，你们要休息了吧？还没有那么早，哪有那么早休息的？你们都在吗？我是说，你们都在啊，都没有出去啊。我们是曾小姐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是同心的姐姐姐夫。哦，你好你好。你好，我姓许，我叫许廷文，我们没有见过面，不过我见过东东。方便进去谈吗？方便啊，不过我家很乱呢、啊，同行都知道了。可没有关系，打扰了。姐夫，你好。怎么了？这我家呀！奇怪，你打的不多行。小朋友，东东睡了吗？上床去了，这小朋友啊，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小天东东，东东没睡着啊？哎呀，真是不乖哈、啊。东东啊，俺姓童，是童心叔叔的姐姐。俺就问你，你有没有？东东，我听说很会画画。你听谁说的？我是听你那个童心叔叔告诉我的。对，我很爱画画。就上次你帮这个鼠画了一张高跟鞋，他画的姐姐好可怜，打赤脚，没穿鞋，那我就帮他画一张金鞋子穿上。是真的吗？鼠说过了，小朋友就不可以撒谎。我没有说谎，你刚刚不是还说我很会画画吗？现在又不相信了，人家本来就很爱画画嘛。哦，是吗？那东东的房间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图画了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一个人一定经常的练习，属于去参观一下啊。姐夫，你这。你可以出来了，他们没来，回家了。阿燕，你赶快出来，不要怕。阿燕，
阿姨，你在哪里？你可以出来了。现在家里只有我和玲玲两个人。阿姨，怎么办？不在郑美家，也没有回家。别让我再提醒你第三次，不要说回家，这不是他家。玲玲，玲玲，阿燕，阿燕，阿燕，你在这里吗？我看到你留下的图画了。你好聪明啊，阿燕，他们已经走了。你放心，你可以出来了，阿燕。阿燕，吓坏了，对不对？不要怕哦，他们已经走了。阿燕，我是童心，我们是朋友啊。阿燕，童心，阿燕，阿燕不要怕，他们已经走了。啊，童心，他走了。好，来，阿燕，哎，你乖，不要怕，哭了，不哭了哈。你看错人，不是什么永仓叔。是啊，那是我姐夫，他叫许廷文。阿燕，其实你真的不用这么害怕。既然是我姐夫，就不是外人。每次你这样躲躲藏藏，这也不是办法。干脆，我们就一五一十、老实告诉他，不要骗他了。不行，有仓叔会杀了我，有仓叔会杀了我的。你都已经死了，不是吗？他怎么杀你呢？何况你说的永昌叔，我们不认识，怎么知道他跟许廷文有什么关系？永昌叔是我的继父。那一天，妈妈不在家，永昌叔喝了酒，要欺负我。我一直求他，一直求他，我一直求妈妈，妈妈不在家。所以他强奸了你？我不知道，我死了。我不知道是被他勒死，还是杀死的。我只知道我死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把我丢到水泥层里面，我的身体全部都被搅散了。我的鬼魂被拘禁在那水泥车里头，水泥被盖成房子。这几年来，我一步都不敢离开这个房子。我每一天、每一年，我都在找我的身体，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我的全部。如果找不到全尸，就不能投胎。我想要有全尸去看我妈妈，我想我妈妈，我要找我妈妈。他把你害得这么惨，不想报仇吗？在了解了整个前世今生的关系后，廷文肯定了他的前世赖永昌就是杀死了阿燕的凶手。
阿燕死前的诅咒真的会实现吗？阿燕真的会转世投胎，成为婷雯的孩子吗？而童心一意地维护阿燕，看在凛凌眼里颇不是滋味。童心与阿燕之间，人与鬼相知相连，他们可能发展出一段恋情吗？为了杜绝阿燕的诅咒，婷雯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对付阿燕呢？精彩好戏一定要看，请继续按时收看《奈何花》。愁绪静静地夹在中间，仿佛在你的视线后面，依稀感觉少一点一些些的勇气面对你。习惯这样的距离，习惯这样的你的背影，啊，这样的这样的你，习惯这样。